我叫琪琪琪，是一名被总裁大叔收养的萝莉。可是我却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位大叔。要是大叔让我留下来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我不该再期待些什么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总裁带回来的人。总裁从来没有带人回来，不知道和总裁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坐这里就好。我不是和他们一起办公吗？我说了算。是是是，你说了算。你先看看这两个，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就好。嗯，好。真是个耳机啊！没想到工作竟然这么多，而且都是借口让我锻炼，把东西全都丢给我做。这些人啊！大帅哥也没见到过几次，太亏了。什么大帅哥？就是老板啊。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。今天晚上请大家吃烤肉，请务必赏脸。好耶！也可以带家属朋友来，你也可以邀请他们来。相片上的是你的朋友吧？天哪，他难道是看上七七了？哎，也没有关系那么好了，但 我一定会去的。照片上那个人究竟会不会是？